高雄企业车发展那观光发展协会的会长杨小志先生。那因为呢，主办单位就是呢，八七姐我呢，所有的物资呢，就是呢八七姐这边。那小那志哥呢，他很热心，他知道我没有义工，因为我有物资没义工，没有人帮我煮，没有人帮我弄，所以呢，他就呢跟我联络说，啊，不管霸气，我们来帮你，因为我的计程车司机也有很多是低收入户，也有很多是弱势家庭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志哥呢，他们就是发展观光协会呢，就派义工，还有高雄市保安堂的义工人员哦，也非常的感谢他们。那他们自己的发展观光协会也有自己，他们也有自己去募款，这样子来帮助街友。那我这边是物资的部分，那我很感谢就是我们的会长呢，他帮助我，就是呢他协办哦，他是这次的公益活动，他是协办，那八姐姐是主办，对，那感谢他们的协办这样子。